感动的小瓜，怎么样？木村商店，感谢上帝的守护，带主播们真正的去，一路上接到成歌，沉重的双脚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沿着那路也许再翻过去一山，就在那本路。嘿嘿，哭着说他们在谈起时代，牵你那个泥巴。山里沸腾过的汗水，我抬头望着远山，请天兄留下脚印，于是我做鬼做中，送走六个月亮，你记不记得太阳？颤抖的双手擦干面上的泪泪水。那不能选择猎刀，刮走了无声闪电，带着你们甜甜的心，沉痛的双脚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山吹荡过的汗水，看见天空留下脚印，终于送回了个月亮，那颤抖的双手擦干脸上的泪水。牵你那个泥巴，那只不着风的猎刀，还带着这朵小花，走了木村商店，感谢上帝的守护，带起我们坚定的心，一路走去到成都，沉重的双脚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这个就是我说的时代的眼泪，怎么很喘？哇，不行了嘞！吴塞，有达成愿望了吗？哇，我们15年前，在这个地方突然想说啊，年轻人要不要一起跳个舞？有点像是回到小林老师那个时候的时代，然后想要把那个延续那种跳舞的热忱，还有我们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脱离了文化，所以。以前呢，不知道每到礼拜几吧，我们就会去会馆楼上跳舞嘛。对，去会馆，礼拜四还是礼拜六，然后就去会馆的五楼那边，我们一直看着那个窗户当镜子跳舞。然后每到中午的时候，回来杂货店买维力炸酱面，还有一个生活泡泡红茶。哎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欸、可能弟弟妹妹们都不太懂了，你们现在都可以叫副片打了。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过来的，然后但是很开心。我送给大家这个时代的眼泪，我都快流下来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哇。